在下半场的演出开始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宣导一下，为了维护我们演出的品质，所以我们现场是禁止拍照跟摄影的，所以拜托大家先把手机收起来，好好的欣赏我们孩子的演出，千万不要再偷拍我了，好，谢谢。好的，那么下半场呢，第一首要带来的是《明日的未来》，这是作曲家受到新加坡教育局所委托创作，为了新加坡的青年节跟铜管乐队艺术表演的一个固定的曲目，那也是今年我们台湾全国音乐比赛管乐合奏的指定曲。因为是量身打造的关系呢，所以乐曲特别可以呈现青少年的朝气跟青春飞扬的感觉，更能为大家带来展望新年的一个力量，非常适合今天的场合，让我们再一起用掌声欣赏这首《明日的未来》。